Yo, what's up,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翻嚟收睇《砌机 with McKelvin》啊！咁啊，隔咗差唔多成个礼拜冇录嘢咧，就有啲唔好惯啊，咁啊冇开麦。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公司又搬 office 咧，咁啊，所以咧忙到爆，好多嘢要执啦，咁啊，所以咧冇乜时间咧去到坐低咧去到剪埋呢一段砌机片嘅。不过冇办法啦，咁已经迟咗咁耐咧，我都要完成埋佢啊！好啦，咁啊，今个月咧，呢一部机咧，亦都会有一个 topic 讲嘅咧，咁啊，就系一位客人咧，佢就系3月31号揾我哋嘅，咁啊，好快咧就帮佢砌咗啦，咁佢个 budget 咧就系15,000元啊，咁啊，佢有个要求嘅就系话咧要黑色或者白色嘅机箱系啦，咁啊，主要用嚟做 Photoshop 啦，GTA 5拍片啦，咁啊，仲会有绘图版嘅，咁啊要纯啦，咁啊顺便咧就帮咧嗰部机命名啊，如果唔影响个性能咧，最好就加埋个 mon 有27寸咧 HDMI 同埋要行 Win 8噶。好啦，咁啊呢个要求咧就已经即系佢冇乜俾啲咩掣肘我哋啊，咁啊除咗呢个27寸 mon 之外咧。同埋 Win 8之外咧，咁啊所有嘢我都系我哋自己整嘅。咁啊佢同埋要帮佢个名命名，咁啊砌屋嘅时候咧都未谂到有咩名啊。咁啊最终咧最终就谂到啦。咁啊呢部机咧就叫做 Atom 啊。睇嚟呢个帮电脑改名嘅文化喺度不停喺度蔓延紧啊。咁啊讲讲点解我呢部机咧叫做 Atom 啊。咁啊我谂咗好耐，究竟有啲咩名可以好切合呢部机啊？佢嘅主题或者佢所代表嘅嘢，或者我哋帮佢揀啲零件背后嗰种嘅諗嘅嗰个嘅 philosophy 啊。咁啊后来咧就諗到呢一个名啊。咁啊呢一个 Atom 咧其实嚟自一套荷里活嘅电影咧，叫做 Real Steel 啊。咁啊2011年上映嘅，咁啊中文咧就译呢个叫铁甲钢拳啦，话个名好老土，咁套戏都好老土啊。咁 Atom 咧就系呢一部戏里面咧，主角咧嗰只机械人咧个名咧就叫做 Atom 啦。咁啊，点解用佢个名咧？咁啊，要讲一讲咧呢套戏咧背后有个本身呢套戏咧都同佢嗰个嘅佢嗰个背后个理念啊，同埋个现实啦、都系有啲相近嘅。呢套戏咧就由呢一个饰演狼人嘅主角啊，Hugh Jackman 啦、个演员咧去到饰演嘅。咁咧个故事咧就系讲咧喺未来啊2020年咧咁样，啲人就唔打拳噶啦，因为咧佢中意睇机械人打拳劲啲。咁咧呢个 Hugh Jackman 咧饰演嘅演员咧就系一个前拳手啊。咁啊后来咧就佢冇得打拳咧就佢太太又死咗啦，咪自己又破产啦，有个仔咧又父老难离啊，佢个人咧就唔系好成熟啊，成日只系专系顾自己啦，好自我中心啊。咁后来咧，佢个仔咧就翻嚟揾翻佢，咁啊佢只不过好专心咧去到研究点样可以喺呢个机械擂台咧攞翻佢失去咗嘅嘢啊。咁啊一开始部电影上演嘅时候咧，大家见到机械人打交就觉得系一啲所谓美式嗰啲叫咩啊 ，cheesy flick 嘅一啲好老土嘅 CGI 啊，冇剧情啊，冇成啊。睇完之后咧，唔使带个脑入戏院啊。点知咧出乎意料之外咧，发现佢个剧情咧虽然唔算极有深度，但系都系有啲内容嘅。咁所以最后 IMDB 咧而家咧个评分咧都有7.1分啊。咁通常一开始啲人 expect 咧。都系可能系呢类咁样嘅电影咧，可能5.5啊、6.已经好高噶啦。咁啊，点知7.1咧系超乎咧一般人，包括我自己咧嘅想象之外啊。咁啊，呢一只机械人点解叫 Atom 咧？就系讲佢同佢个仔啊，即系大家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喺度培养翻嘅感情啦，亦都令到佢做人老豆咧开始有责任感啦，即系开始咧会为人着想啦。即係會理人感受啊！咁啊 ，Atom 咧就係佢哋咧所揀嗰隻機械咧，去挑戰當時戲裏面咧一隻世界級嘅機械人嘅嗰隻機械人啦、即係喺個戲裏面咧就是、一個日本仔咧去到控制嘅，就係講一個最 high end 最貴係啦個 software 係最勁嘅，所有嘢都係最勁嘅咧。嘅一隻嘅打鬥嘅機械人啦，咁但係反之咧 ，Atom 咧就係一隻咧好普通啊，佢哋喺垃圾堆執翻嚟啊，去到裝嵌啊，跟住教佢一種人性化嘅機械人啦，咁啊。呢、这个就解释咗点解我揀呢个名啦，因为咧你点样喺呢个砌电脑里面咧，
點樣去用一啲比較平民化嘅價錢咧，去到再製造出一啲可以擊敗一啲好 high end 電腦啊嘅性能啊，即係大家個樣可能亦都係好普通啊，或者一啲即係冇乜特別嘅嘢係啦。咁啊，就係、是、切合咗我哋今集嘅主題咧，就係呢一個嘅 CP 值啊，亦都係叫做性價比嘅題目啊。咁所以之前喺 Facebook 度咧有少少嘅 preview， 就係話今次討論嘅 topic 咧就係、是。一个未砌机嘅人咧，系唔识点样去到问，但系砌个机嘅人咧就会好关心嘅 topic。咁啊，我哋可以开始睇睇呢个今集啊，我哋所做嘅嘢究竟系啲乜嘢？咁啊，而家我嘅砌机片去咗十几集啦，咁啊，每一集咧都有啲观众咧成日去到讨论嘅。咁啊，你发现咧，我哋香港人啊真系好极端嘅，佢永远同一个极端跳另外一个极端嘅。咁啊，一开始嘅极端咧就系成日你会见到啲僆仔咧问啊，点解唔用 Titan X 啊？点解唔30,000蚊、50,000蚊砌一部电脑啊？咁啊，后来咧就转移到咧另外一种嘅声调咧，就系话哇，使唔使用咁贵嘅嘢？我平啊，呢啲完全系性价比咁鬼死低嘅嘢，俾咗我就用啲。平你唔知几多10蚊、20蚊、30蚊咧，就已经同你啦。呢啲使鬼用呢啲咩？咁啊，我哋咧而家就要讲一讲，究竟呢个 CP 值啊，即系究竟性价比系一样咩嘢？不过喺 before 咧之前咧，我哋睇睇部机究竟系啲咩先。咁啊，15,000蚊咧要连埋 mon 咧系绝对做得到啊。咁啊，佢亦都冇指明究竟用咩 CPU 啦。咁我哋呢嗰、那个 case 呢就揀咗呢个 Corsair 嘅 100R， 我哋砌好多次觉得几系属于一个几平嘅价位。咁我同 Norman 去到帮佢諗呢个 list 嘅时候呢，主要就係点样可以用一个比较平嘅价钱呢砌到一部性能比较高嘅电脑啊。咁所諗嘅嘢呢就係呢好多嘅时候呢就考虑呢嗰个嘅性价比。咁不过要注意呢，就係每一次我哋用嘅例子呢同我哋讨论个 topic 呢未必系100% 吻合，即係我哋而家我呢一部机唔敢话係性价比最最最最高嘅，但係呢嗰个方向係咁样啊。咁啊，头先讲嘅机箱啦，跟住之后呢就係火牛呢，我哋经常用嘅 Antec520M 啊。咁啊CPU 就係 i7 嘅6700啦。咁啊呢个 motherboard 呢就用咗华硕嘅 H170 Pro 啊，咁啊 RAM 就两条 DDR2133 啦，咁啊加个 DVD 啦 ，SSD 系Transcend 嘅 128GB， 咁啊加个 1TB Western Digital， 但系 graphic card 咧我哋就用咗 GTX980Ti 嘅系 MSI 牌子啊，咁啊最后咧加埋咧一个华硕嘅 VX279H 啊，咁啊跟住之后有个 Window 8啦。送货同埋人工咧， total 咧就14,940啊， below 咧我哋客嗰个要求嗰个 budget 嘅，咁啊系啦，呢、這个讲咗嗰个我哋用咗啲咩零件啦，咁啊跟住就解释一下咧，同我哋今日个 topic 性价比咧有啲咩嘅关系。咁啊，根据呢一个嘅 Wikipedia 性价比咧，即系呢一个 price performance ratio 咧，即系话呢个性能同价格嘅比例啊。咁啊，点解英文叫 CP 值？因为佢都叫做 cost performance ratio。咁啊，有条公式嘅就系嗰个 performance 除以你嗰个 cost， 即系你个价钱，究竟咧系几多咧？咁啊，所以性价比就等于性能除呢个价格啦。咁啊，简单嚟讲咧，性价比咧就唔系只系电脑里面先至有嘅，好多嘢都有噶。咁啊，而家香港咧，大家对于性价比嘅追求，因为香港人中意悭钱，或者佢哋嗰啲网络术语叫咩啊？用咩豆腐渣嘅价钱有呢个烧鹅髀嘅味道呢，啲人就觉得好正㗎啦，咁样。咁啊，就係话你付出同样嘅价钱嘅话呢，你可以获得一个更加高嘅性能啊。咁而家好多嘢呢，譬如甚至啲人即係连食嘢呢都可以有性价比嘅，即係譬如你话大家都係20蚊一碗云吞面，但嗰度好食好多喎，点解你仲去嗰度啦？因为嗰间呢就係个 CP 值啦，碗云吞面嘅 CP 值呢係更加高。咁啊，我哋今日呢就讨论喺电脑方面嘅性价比啦，就係、是、有好多人啦，而家好多坊间嘅 forum 啦，即係大家都喺度电脑嘅 forum 呢，即係讨论哇边一个牌子边一张 graphic card 或者边一粒 CPU 呢嗰、那个性价比好高啊 ,cost performance ratio 好高啊，咁啊大家即係唔抵啊！你买其他嗰啲牌子嗰啲品牌嗰啲都係废啊，係啊，你最紧要买啲 CP 值比较高嘅产品。咁呢一种咁样嘅风气啊，好似变咗一种我哋叫咩一种狂热咁样啊，好似你性价比唔够高呢你就俾人搵咗笨啦，係咪啊，佢就俾人掠咗水咁样啦。咁我哋今日呢就会讨论一下呢，我哋
帮一个客人去到谂一步性价比相对比较高、提高少少嘅时候咧，究竟咧背后嗰种理念系乜嘢？同埋有啲咧，大家去到砌过一两次机啦，即系知道要揀零件嘅时候注啲咩嘅时候咧，咁大家咧会考虑究竟系咪性价比咧系你系咪一个唯一考虑嘅指标啊？或者你想俾少啲嘅价钱可以得到多啲嘅多啲效能嘅时候咧，究竟要注意啲乜嘢嘅？咁首先呢我要重申啦，即係讨论呢个性价比之前呢，首先我要重申一样嘢，就係呢我永远唔觉得呢性价比呢喺你砌机里面呢係一个必定你係真係话你要向住呢个方向去到做啊。如果你唔做呢，你就好似俾人掠水咁样啊。我諗砌机其中一个自由度呢就係俾人，就係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嘅嘢，就係举例啊，譬如你有3000蚊，咁有啲人呢我鍾意真係3000蚊呢去到投入喺嗰部电脑嘅效能。但亦都有啲人呢我鍾意1000蚊买个好靓嘅 keyboard， 1000蚊买个好靓嘅 headphone， 咁1000蚊只 upgrade 嗰啲零件，咁通常咁样做咧，你喺香港咧就会俾好多人围殴啦，就话，唉，你傻仔嚟噶，啊，你点解咁样嘥咁多钱啊？咁老实讲，我作为消费者，我对我嘅打字嘅键盘好有追求，我对我嘅音质好有追求，但我对我电脑效能冇乜追求。咁我3000蚊喺我度，我中意点使系我嘅事啦，其实就唔关你事啊。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去追求呢个性价比，追求呢个极端咧，就系佢觉得咧呢一个系砌机一个绝对嘅准则咧。咁我要讲咧，呢个真系一个大错特错啊。咁当然我讲一个 in general rules 咧，你希望咧 upgrade 部电脑提升个效能啦。咁但系好多嘢咧。就唔係话呢你係做人啦，就唔係即係效能嘅啫。如果係咁嘅时候呢就好大劑呀，即係政府如果即係效率，即係考虑个效能啦，个性能啦，有多嘅嘢呢处理唔到嘅话呢，咁你个即係香港人就好多不满㗎啦，係咪先？因为呢有好多因素嘅，咁我就讲呢有啲咩其他嘅因素啊。咁但係呢 in general rules 呢，我讲呀，大部分嘅主流呢都希望点样可以用一个平嘅价钱呢去到推高嘅性能啊。咁首先咧，要同大家讲咧，就呢个世界好得意嘅，就你冇得赢晒嘅。咁好多人咧，佢希望追求性价比嘅时候咧，以为呢一个系最佳嘅方案咧。咁佢不自觉咧，其实系要牺牲一啲嘢啊。咁今集咧，我就会用呢个经济学上嘅叫三元悖论啊 ，the impossible trinity， 或者叫三难选择，或者叫不可能的三为一体咧，去解释下我哋生活上，特别系一啲嘅砌机上面啊，你追求倾向某一方面嘅时候咧。你究竟要牺牲啲乜嘢？咁呢一个呢，我用咗5分钟时间呢制作一个十分之精美嘅 PowerPoint 呢，就呢个 The Impossible Trinity in Computer by McKelvin 啊。咁首先呢，咁呢个嘅理论系咩嚟呢？佢话呢就係简单一个国际嘅货币呢，有三个因素呢所有政府都想控制嘅，但係呢偏偏呢你最佳嘅情况之下呢只能够3-2嘅啫，你冇得呢三个要晒嘅。咁呢三样嘢就系咩呢？固定嘅汇率，等啲货币可以自由流通，即係国际化啦，同埋一个自己自主嘅独立货币政策，即係政府可以控制嗰个利率呢同埋嗰个供应啊。咁最简单详细唔讲啦，就係近排人民币呢佢一直呢共产党最鍾意就係控制啊，咁所以一直呢都係一个自己 set 咗一个嘅利率啦，亦都自己 set 咗啲货币嘅供应啊，亦都系好鍾意操控个汇率嘅，咁成日俾美国闹啊。咁但係近排呢就发生一件事呢，就係佢希望呢佢啲人民币可以成为国际货币，即係大家可以自由兑换啦。咁结果就遇到一个难题，佢就发现三样都唔得，咁佢就选择啲牺牲一啲啦。咁当然佢最后选择咗咧牺牲咧呢个汇率，即系佢需要自由流动，佢又想控制翻嗰个货币政策嘅话咧，咁佢就唔能够令到个汇率就要俾佢自由去到浮动啊。咁所以近排人民贬咗值就系咁嘅意思。咁详情我就唔讲啦，因为呢个咧只不过系佢嗰个这个嘅经济理论里面嘅原则啊。咁但我发现咧喺生活上都好多呢啲叫 impossible trinity 嘅发现，因为譬如军事上嘅着击枪啦，咁包括嗰支枪嘅重量啊、准确性同埋射程啊。咁以前咧嗰啲希望咧射程远嗰啲枪咧，好明显就唔准嘅，因为佢后坐力好大啊。咁如果你要准嘅时候，有射程远嘅时候咧，好明显咧后来啲人就要发现咧，就系嗰支枪要好重啊，因为要揾啲嘅机制去到减低个后坐力。咁所以而家啲好多嘅 sniper system 一啲先进嘅咧，都系一个成个系。系统嚟噶，就唔会独立支枪嘅。咁当然，如果太重嘅话咧，又唔系好方便一啲嘅军事行动啊。咁所以咧，佢要选择究竟，如果佢要牺牲个重量嘅话咧，佢选择究竟佢要准啊，定射得远啊？如果你可以好轻，亦都可以射得好远咧，就明显就唔准啦。如果你好轻又射得好准咧，好明显咧射得唔远啊。咁呢个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啊。
咁啊，好啦，我哋去翻电脑嗰度啊嘛。譬如我讲手提电脑啦，虽然我哋唔做手提电脑咁，但系成日都好多人问我哋有啲手提电脑嘅意见。咁啊，经常就话我又要平又要劲啊，最好就轻埋添，因为买手提电脑成日要拎嚟拎去啊嘛。咁啊，通常咧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思想咧，通常我哋都即系好快咧就打发佢走啦。咁你发现一部手提电脑，如果你个价钱系要平嘅话咧，通常个性能咧都唔会太好啊。一系咧就会好重嘅，系啦。咁如果你又要平咧，又要轻嘅话咧，那个性能就唔好啦。你要平又要性能好嘅话咧，通常部机就好重。如果你话我又要性能好，但系咧又唔重又要轻嘅话咧，咁冇办法啦，你只能够付出一个好昂贵嘅价钱去买呢部手提啊。即系最后我就会建议佢，如果你都唔系成日拎嚟拎去咧，不如咧攞啲钱砌部机仲好啊。咁喺生活上咧，譬如你个女朋友咁样啦，你发现咧佢嘅样啊、靓女同埋身材咧，同埋个性格同埋呢一个嘅维护嘅成本啊，即系maintaining cost 咧，都系一个 the impossible trinity 嚟啊！你嘅样靓、身材好，但系咧你又唔花时间或者钱嘅话咧，可能佢啲性格咧真系好麻麻地，好难顶啊！但系如果你嘅性格好嘅话咧，你又唔需要点理佢嘅话咧，你又发现可能咧佢个样咧都系麻麻地啊！如果你嘅样靓、身材好，但系性格又好嘅咧，可能咧你就要花好多时间陪佢啦，或者我哋呢啲英文叫做 high maintenance girlfriend 啊，或者你唔一定系钱嘅，系咪时间啊，但系通常都系包含埋钱啊，即系呢个维护嘅成本。咁当然男朋友都系啦，你又有钱又要有型，又要唔花心系冇可能啊。你只能够三个里面咧系拣两个嘛。当然现实里面咧呢个系最佳嘅状态啊。当然现实里面咧好多电脑咧都系又重又效能又唔好又贵啊，咁啊即系好似人都一样啊，即系。人又戰戰格格，又冇錢，但又花心咁樣，即係都有啊，係啦。我唔講女仔啊，因為啲人實話我咩偏心啊。好啦，我哋翻嚟咧，我呢個砌機嘅電腦啊，咁啊啲人講緊性能同埋價錢咧，就係講緊呢個 performance 同埋呢一個嘅 cost 啊。咁啊，如果你只係考慮性價比嘅話咧，你太犧牲咗嘅嘢咧，就係個設計啦。冇錯，我哋發現好多性價比比較高嘅咧。个样子都比较平凡啦，亦都唔会太靓啦。即系有啲我哋发现啲细蚊仔咧，或者啲比较后生啊、中学生佢咧，佢中意好靓啊，譬如啲机箱要好靓啊，啲底板要有灯闪下闪下，跟住加 LED 咁样。我呢啲比较老啊，上一辈嗰啲追求实际嗰啲，可能就真系会追求一个性价比啊。咁但系我知好多人接受唔到啊，即系有好多人咧落街都要梳翻个头啊，或者化翻一个钟头妆先咁落街。咁呢个真系一个个人嘅取向，但我就讲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如果你追求性价比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开要牺牲啊？譬如 Norman 咧，佢好中意自己的电脑啊，咁啊佢又俾得起钱咧，你发现佢买亲啲嘢都好鬼死靓嘅，设计又好好嘅，个效能又好高嘅。咁啊，但系咧，你就要花洗好多钱喺身上啊！即系其中一个例子咧，就是、水冷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同我讲咧，大家如果要接受呢个 the impossible trinity， 即系呢个现实里面嘅话咧，你又知道，如果你追求设计嘅话咧，你一定要喺性能或者价钱里面咧，去到选择究竟牺牲边一个啊！如果你追求性价比嘅话咧，咁其实你不自觉地咧系牺牲咗一啲设计或者一啲好靓嘅嘢咧，你觉得系唔重要嘅。即係譬如我太太嘅性格好好噶，係啦，即係亦都係唔係咁 high maintenance， 當然都幾靚女下啦咁樣，即係呢啲嘢唔會咁極端嘅，咁啊所以咧我可以講話佢係一個 CP 值好高嘅老婆。咁啊解釋完呢個 impossible trinity 嘅時候，咁大家都了解到咧，即係有啲嘢咧你追求某一方面咧，你有啲嘢一定要犧牲嘅。咁啊但係咧，我哋而家講緊呢部機比較傾向性價比高咧，咁我就會同大家 go through 一下咧佢嗰啲嘅 components， 即係啲零件啦。點解我哋會咁樣選擇咧？點解有啲更加極端嘅我哋唔咁樣做咧？咁啊，我哋由個機箱開始先啦。咁啊，機箱我哋就揀咗 Corsair 100R。咁呢個嘅 ATX 機箱，你見到個樣咧係十分之平凡啦。咁但價錢咧係$390到，咁一啲都唔貴。咁啲 review 咧就十分之好。咁因為咧佢好簡單啦，同埋佢裡面咧嗰啲設計咧，令到你砌機好容易啊，走線好容易啊，亦都裝嵌係完全啲 hard disk 啊 DVD 完全唔使螺絲啊。咁所以每一次揀呢個機箱咧 ，Norman 都好開心啊。咁有啲更加高性價比嘅機箱，譬如 Cooler Master， 即係唔講 GTR 啊，即係嗰啲啦，即係講有牌子嗰啲啦。咁啊GTR 都是一个牌子嚟嘅，但系即系除非你真系好穷啊，如果唔系真系唔好建议大家用啊。咁譬如 Cooler Master N200 或者 N400 咧，个性价比咧系比更加高咁，但系你砌机嘅时候就会发现咧，佢走线比较困难啦，同埋咧佢有啲嘅设计上啊，你觉得啊硬系砌嘅时候唔系好方便。咁啊当然
做客你唔係你砌咧，你就唔會覺嘅，係啊，你即係睇個價錢同埋佢真係 fit 唔 fit 到嘅啫。咁啊，其實通風啊，其他嘢都唔錯嘅。咁啊，但係咧，可以講話咧，一個性價比呢個 100R 更加高啊。但係咧，每一次砌嘅時候咧 ，Norman 一接到呢啲單咧，佢都唔係好高興噶，係啦，因為咧佢走線走得十分之辛苦啊，或者山蓋嘅時候好辛苦。咁所以咧，我哋咧選擇咗 100R 啊，咁啊，令到咧無論整嗰個啊或者睇嗰個咧，都係更加舒服噶。咁啊，有啲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唔係講性價比啦，就喺頭先嗰個裏面咧，呢、這個性能係唔係好差，但係個樣咧 design 啊，同埋嗰個價錢都十分之好嘅。譬如呢個 Thermaltake 嘅 N21 啦，好多人中意用白色版啦，咁你見佢個樣咧，好似 Alienware 咁樣，那個設計好好啊。咁但係你發現咧，佢嗰、那個佢呢個就唔係性價比啦，那個價錢係十分之平嘅，咁又型喎，點解唔用咧？係啦，咁可能咧，因為咧佢個裏面咧嗰啲 features 真係麻麻地啊，而且個質感咧。個設計咧係真係比較膠啊，即係多膠質啊。咁啊，當然永遠有人中意咧。因為如果你買嘅話咧，我建議黑色咧係比白色更加好嘅，即係嗰個感覺啊。咁啊，如果有啲貴啲嘅咧，譬如佢我哋成日好中意用嘅 Factual Design 啦、Define 嘅 Series 啦，呢一啲都係一啲好普通嘅，即係一啲好呢間瑞典公司設計啲機箱咧，好簡單，唔係好普通，係啦，亦都係個價錢係唔貴嘅。sorry 係比較貴嘅。係啊，即係可能講緊你要成500蚊至800蚊左右，咁但係呢一啲咧性價比絕對係唔高啊，咁啊因為咧喺個設計上咧同埋個價錢上咧，即係係兩者咧係有個距離啊，咁佢贏咗喺咧就係嗰個設計嗰度啊，就唔係嗰個效能啊，咁啊因為如果講通風。我覺得呢一個咧同呢一個咧個通風咧，其實係冇乜分別咧，或者N200 啊，咁但係佢因為喺設計上好多考慮咧，佢一啲靜音嘅風扇等等，令到價錢咧 mark up 咗啊。咁另外 Corsair 嘅 Graphite Series 都係性價比唔高，但係好靚嘅機箱。咁所以你考慮嘅時候咧，有好多人中意買啲靚嘅機箱，我自己都係中意嘅，即係我就唔會慳錢。咁我咧就由呢一個最性價比最高係啦，最性價比比較低係啦，但係好舒服啊，令到人哋即係。個感覺好嘅咧，咁大家咧要喺當中去到選擇啊。跟住去到機箱風扇，我哋唔需要理佢啦，除非有啲好特別特殊嘅要求啊，或者你個地方好熱啦。如果唔係咧，佢嗰啲原本跟機箱嗰啲風扇就已經夠啦。咁我哋睇睇個火牛啊，咁 NTX High Current Gamma XCG 咧，呢一直都係我哋經常用嘅系列，因為佢嘅性價比係比較高啊。咁另外如果你想比較靚嘅咧，通常我哋就會喺呢一個嘅 Cooler Master 嘅 V 系列啦，同埋呢個 NTX 嘅。High Current Gamma 裏面作出選擇啦，咁我發現咧，用咗咁耐啊，包括我自己都用咧，即係當然有啲人咧，即係始終你每一個牌子都會實有啲嘅 defect 啊，即係有啲嘅劣質嘅品啊，咁啊，但係咧整體嚟講咧，我用咗咁耐咧，呢隻火牛都十分之穩定啊，而且有同牌50 plus 咧，差唔多係$1 到啊，咁啊，所以咧你見譬如如果你買620嘅話咧，可能係$610左右啦，即係差唔多啦，平過$1啦。520咧就530蚊啊，咁啊即係都係$1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買靚少少啊嘅時候咧，咁你一定要俾啲貴啲嘅價錢。咁啊，如果有啲砌啲靚啲嘅機會咧，俾得好啲 budget 咧，可能我哋就會提議 upgrade 上去 Cooler Master 嘅 V Series 啦。因為呢、這個除咗佢靚之外啊，咁佢仲有一個咧就係講話所有嘅嗰啲 capacitor， 即係嗰啲嘅電容咧都係日本製造啊嘛，大家即刻個心定咗，唔係嗰火牛日本製造喺裏面嗰啲電容啫。咁啊呢個係一個頭先所講嘅就係因為個品牌或者某個國家附加上去個價值咧，令到佢咧係賣貴個價錢咧。亦都個性價比咧係比較低嘅，咁但係唔代表咧，因為性價比比較低咧，你就可以否決佢話，呢、這個唔需要啦。咁但係 in general， 如果你想平嘅話咧，我哋就會用 NTEC 嘅 High Current Gamma 520。啲 CPU 咧唔會太詳細講啦，咁啊，但係根據我哋經驗咧，一張 GTX 980 Ti 咧，一個 i5 嘅 CPU 就已經 carry 到啦。咁啊，但因為佢個 budget 係比較充裕啊，咁所以我哋咧就俾咗個 i7 嘅6700佢嘅。咁但係究竟 i5 嘅性價比比較高啲定 i7 嘅性價比較高啲咧？咁啊，呢一個咧係需要一啲 software 去到判斷噶嘛。等下我哋等陣再討論呢個 topic。跟住就到 CPU cooler 啦，咁啊，头先讲过咧，就系、是、基本上咧，如果你真系唔超频嘅话咧，呢个原厂风扇就已经足够啦，咪所有钱都唔需要使咧，咁冇性价比呢个问题啊，因为佢唔使钱噶嘛，免费，即系个价钱系等于零，所以佢性价比咧系无限嘅。咁但系假设你要搵一个 cooler 嘅时候咧，咁啊，如果一个性价
性價比比較高嘅咧，譬如係一個 Cooler Master 212X， 咁你見到個樣咧好平啊，可能200多元左右，咁但咧佢個樣咧亦都十分之普通，但個效能咧十分之高，咁你見到每一代嘅 CPU 咧都會有一啲咁樣嘅，未必一定係 Cooler Master 噶，我嗰個十年前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好似叫 Freeza Pro 定乜鬼，另外一個牌子啊，你發現有一隻嘅散熱器咧係力压群雄啊，系性价比之王啊！但系通常咧个样咧就十分之普通，即系你完全睇唔出嘅，就好似你行山咧见到啲草，哇！原来系一啲好价值名贵嘅中药嚟嘅，但系你个样咧系完全睇唔出啊！咁啊喺今代咧212X 咧可以话咧称霸喺呢个性价比嘅散热器里面。咁但系有啲咧性价比系极低啊，即系譬如呢一个啊Norman 买咗啊呢个叫做Master Air Maker 8，一个风冷嘅散热器咧，要成千几蚊啦。咁但系你见好型喎，即系好似成个 Transformer 咁样。咁啊，但系咧，所以话你要型，又要佢个效能都十分之好啊。你要型效能好嘅话咧，又有灯闪啊闪啊嘅话咧，呢个价钱就要好贵啦，即系性价比好低啊。咁啊，同佢同级嘅咧，有个 Noctua 嘅 NHD 15。咁呢个样咧，好多人都好样衰啊，即系有冇啲样可以睇到啊？系啦，啲人话佢好似啲屎色咁样吓，就系咁样嘅样嘅，系啦。咁但系个效能系极高嘅，甚至好过咧系呢一个嘅Master Air 呢个嘅 Master Air 八啦，Maker 八啦。咁啊，但系咧佢嘅性价比我可以话系好高，系啦，因为佢嘅价钱可能只不过系佢嘅一半左右啊，已经冇一半嘅，大概可能600多-700元左右咧。但系个效能可以获得差唔多嘅效能啊。咁所以如果你拣嘅话咧，而你個機箱又睇唔到樣嘅話咧，我就建議你買呢一個啦。即係如果俾我咧，我都會買呢一個啊。咁啊，如果你係一個好普通嘅散熱嘅話咧，咁啊就買呢個 212X 啊。咁啊，甚至如果你覺得冇需要咧，買唔買都得。咁啊，水冷咧就係性價比極低嘅嘢嚟嘅，亦都係即係有啲閃閃令啊，特別係啲自制水冷又有啲 loop 啊 loop 嚟 loop 去嗰啲咧。咁啊，我而家就好少玩噶啦。係啊，因為咧我性價比咧實在太過低啊。咁啊，當然佢嘅散熱可以做得好好嘅，亦都有啲做得好差嘅。咁啊，但係整體成個 package 嚟講咧，水冷咧都唔系一啲性价比追求性价比嘅人咧会玩嘅嘢。跟住底板同埋 graphic card 我 skip 咗佢先啦，因为呢个咧另外两样嘢嚟啊。咁我讨论咗中间呢四样嘢就系 RAM 啦、DVD 啦、SSD 同埋 hard disk 啦。咁啊 RAM 咧嗰个速度咧咩超频 RAM 有散热器嗰啲咧，其实对你部机嘅影响嘅效能真系唔系好大嘅啫。咁啊所以咧我又拣咗啲 Kingston 啦，最简单嘅 2133Hz。8G 兩條，老實講咧，如果俾我咧一條 8G 都已經夠啦，即係喺而家嘅 application 嚟講。咁啊，不過佢有啲 budget 亦都係好平啊，對個大局嘅影響唔大咧。咁啊，我哋就俾兩條佢啦。咁啊，如果你啲 budget 比較低咧，你考慮一條 8G 都已經夠啦。咁有啲更加平嘅牌子啊，譬如咩 Team 啊，仲有咩 ADATA 嗰啲，大家都有啲 value RAM， 即係一啲平價 RAM 嘅型號啊，咁啊買嗰啲就得噶啦。咁我知道有啲咩又超頻啊，又高速 RAM 啊，又散熱版嗰啲咧。老實講咧，即係對於我嚟講咧，就真係冇乜太大嘅作用啊。除非你啲追求超頻嘅玩家啊，即係你只係數據上有個 support 啦。咁啊，但係實際 application 咧，我都係買最平嗰啲，性價比比較高啊。咁啊 ，DVD 更加唔使講啦。即係你話一個華碩120元，淨係一個 LG 咩？除非你係 Blu-ray 啊、有 DVD 啊、同埋 CD 啊，或者唔知點樣讀寫咧，因為佢嘅 function 同埋讀到嘅嘢唔同，你冇得咁樣直接比較。咁你話兩隻牌子嘅 DVD rewriter 邊隻好啲咁啊？我真係答唔到你啦，因為而家都好少用啊。咁啊，所以都係最平嗰只算噶啦。好啦，跟住到 SSD 咧，咁啊，首先咧，先講容量先啦。咁啊，容量嘅話咧，當然你個容量越少嘅話咧，你嗰個嘅性價比係比較越低嘅，因為你通常即係好似你買嘢買得越多咧，每一個 GB 嘅價錢係越嚟越平啊。咁但係考慮到啊，你要唔需要咁多嘅時候咧，你只係買一個比較可以裝到 Windows 嘅 SSD 咧，咁啊1200G 就已經夠噶啦。咁你裝完之後咧，可能加多個 LOL game 咁樣，差唔多有100G 咁樣啦。咁啊，你裝唔到 game 噶啦。咁但係咧喺咁你要平嘅話咧，就只能咁樣做。咁啊，比較性價比較高少少咧，可能就係250GB。咁但係咧，你唔想使錢嗰度咧，咁啊其實唔會差好遠嘅。其實大家計得到數，可能每一個 GB 係爭幾毫子咁樣啦。咁牌子方面或者型號方面咧 ，Transcend 咧就比較平嘅牌子啊。咁啊，大家都提供到。咁啊，有啲牌子係120GB 嘅。咁啊，即係可能你蝕咗個幾 G， 你覺得好唔抵咧，咪大家價錢一樣。咁其實在於我咧就冇乜所謂嘅。咁啊，有啲 ADATA 譬如 SP550 嗰啲牌子，即係嗰啲型號咧，都係性價比比較高嘅牌子。
牌子啊嘅型號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性價比比較低嘅咧，可能就係 Samsung 啊、850 EVO 啊或者850 Pro 嗰啲咧，超靚嘅 SSD 啊、超快嘅 SSD 啊，同埋佢嗰啲嘅系統係好好嘅咧。咁啊，唔好意思啦，相同容量嘅咧，你就要俾多啲嘅價錢啦。咁但係如果個作為一個普通嘅用家咧，你用 Transcend、用 ADATA 定用 Samsung 咧，你喺實際上咧，你係分唔到啊。咁如果你追求性價比高嗰啲咧，就買最平嗰個就已經得噶啦。咁 Hard Disk 都係一樣啦 ，Western Digital 啊，咩 Seagate 啊 ，Toshiba 啊，仲有死啦，唔記得咗另外一個牌子啊 ，Hitachi 係啦。咁有人做個統計，我哋都 po 咗上 Facebook 啦。一年嗰啲數據庫用壞咗幾多 hard disk 咧？發現最難、最易壞嘅咧就係 Seagate 嘅 3TB 係啦，跟住之後咧就 Western Digital 係啦，跟住之後咧最好嘅咧就係日立啊，應該 Hitachi 定 Toshiba 我唔記得咗啊，係啦，咁啊即係，但係你話係咪你買親 Seagate 一定死咧？咁梗係唔係啦，即係我日本都買咗個 4TB Seagate 翻嚟用咗一段時間都未死，即係話如果你一個好 in general 嘅講呢個百分率嘅，可能 4% 同 6% 已經差好遠啦。咁你自己去到决定，咁价钱都系差唔多，咁 Toshiba 亦都系好平嘅啫。咁我哋就用咗 Western Digital 嘅 1TB 咧，去到帮佢一个好 standard 啦，一个中阶版啦。因为 Green 咧虽然更加平，如果用容量嘅角度咧，佢个性价比系更加高，但系咧佢个转数得5400转嘅啫。咁 Blue 咧有7200转啦，勉强咧叫做快啲。咁所以咧我哋就拣咗 Blue 啦。最后块底板同埋嗰张 graphic card 啊，咁啊讲底板先啦，好多人咧就话我哋咩拍片嘅时候咧成日用华石啊，又咩啊，永远都唔用其他牌子系咪？即系我哋帮佢卖广告啊，咁啊同大家讲讲咧就系，其实我哋八成嘅底板咧都系用 ASRock 嘅，冇错啦。咁啊但系一部4000-5000嘅机你唔会条条片都拍嗰啲噶嘛，咁啊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叫做咩啊？传媒上面嘅一种嘅。令到啲觀眾有偏差，即係你睇啲新聞又係㗎嘛，哇！成日都講嗰樣講樣嘢，你以為個事實就係全部啊？咁但係同大家講唔係啊。咁但係我哋 post 出嚟啲片通常咧，即係可能比較靚啲啊，或者啲貴少少，咁先有啲所謂嘅新聞價值啊。咁冇人想睇一部3000-4000蚊砌出嚟嘅文書機，即係睇一次夠啦。即係無理由睇即係睇十次啊，十幾集都係3000蚊嘅文書機，係嘛？咁所以咧喺呢個 motherboard 嗰度咧，我哋八成嘅機都係用一啲性價比比較高嘅 ASRock 版啊。咁啊 ，ASRock 咧，譬如你讲緊可能以前上一代我哋用 B85Pro4 啦，而家新一代嘅 B150 啦，因为 ASRock 系一个牌子咧，系性价比比较高嘅底板啊，就像亦都系比较稳定啊，即系我哋用砌咗部咁多文书机或者啲好普通嘅打机嘅电脑咧。都少出問題啊！咁但係用到一啲高階版嘅時候咧，我哋發現 ASRock 咧始終都唔係穩陣咧，我哋就會買翻一啲咧比較大牌子咁樣。特別如果 budget 比較充裕嗰啲咧，我哋可能會買 Gigabyte 啦，咁啊去到華碩 H170 Pro 啦，唔係 Pro Gaming 啊。咁係啦，咁所以我喺度想講多少少咧，就係咧性價比啊，你可以將一啲嘢壓到個價錢可以好低好低，但有時你都考慮嗰個品牌帶俾你嗰個嘅價值究竟係啲乜嘢。即係好簡單，如果兩間嘅有兩間，一間叫 Burger King， 一間叫麥當勞。OK， 可能大家個價錢 Burger King 貴 30% 啦，但我唔知咧，我硬係。大家都係依套啫，咁你老實講個性價比咧，即係 Burger King 咧係真係低，即係低好多嘅，即係唔係低好多嘅，低啲啦，係啦咁樣。但係如果俾我揀咧，我都會走去食 Burger King 嘅，冇辦法，因為佢嗰啲漢堡包咧係好食過麥當勞啦。有時麥當勞啲包整出嚟都唔知，我真係唔知點樣食嘅。特別你去過美國食過人哋啲真正嘅漢堡之後咧，你已經係見到香港嗰啲咧就真係。唉，零頭啊，真係唉，我都唔知點講啦，係啦。咁所以大家有時要考慮個性價比嘅時候，你唔係只能夠考慮嗰、那個，亦都我帶出另一個主題咧，就係除咗一樣 CP 值之外，仲有一樣叫 CV 值啊，就係個 value。你得到個 value 咧，呢樣嘢係一樣好模型嘅嘢，所以好難捉摸到啊。performance 你勉強都可以量化，等人講講點樣將佢量化。但係呢 value 啊，嗰個價值、嗰個品牌啊、嗰個善後服務啊，譬如我哋砌機個性價比好低啊，你黃金嘅時候150蚊已經幫你搞掂曬啦，係咪先？上午 order， 下午就即刻攞啦。我哋收成400-500蚊、600蚊，有時800蚊。點解啲人都願意幫我哋砌呢？就係我哋背後做咗好多嘅嘢咧，係其他人提供唔到。但係呢啲嘢我哋冇辦法去到解釋，或者可能係一種嘅感覺啊，或者一種安全啊，或者一個信譽，我哋 whatever 啦。如果你喺一個品牌裏面建立咗咁嘅樣嘢咧，佢個 mark 價雖然大家都係做到同一樣嘅嘢咧，佢個價錢永遠係高啲嘅，所以佢個性價比咧係相對係比較低嘅。咁但係點解有時我哋都會堅持去到咁樣做咧？咁啊，因為咧我哋。
在很多的经验里面，我们知道啊，即每一间的代理啊，或者那间的牌子啊，它 deliver 到什么 product 出来啊，你打机都是啊，即你Ubisoft 是啦，同 Blizzard 是啦，同这个 EA Games， 你大家都知道它出的 game 出来，大家都有些牌子你会喂望望先，不要 pre-order 住，因为很容易中火，之前试过。有些你真的完全不担心的，即这么久以来我只是敢 pre-order 的 game 就是 Blizzard， 无论是 StarCraft 啊，或者 Warcraft 那些东西我完全不怕，因为它那个价值在那里嘛，我就不介意比高一点的价钱去 mark up 了。 apply 在电脑里面也都是一样，所以大家去自由去衡量。但是讲到如果你只是很 basic 的东西，你只是依套而已，那就算了，吃麦当劳20元算了，是不是，无谓搞那么多东西，又讲享受又成啊。咁所以呢，我哋砌一啲嘅文书机嘅时候呢，啲牌子可能会用啲 S-Rock 啊，用啲比较平嘅版呢，我哋就唔介意啊，唔需要一定要追求啲咩嘅其他嘅 features。咁 graphic card 都係一样啦。咁譬如大家同 class 嘅，譬如 GTX 980 Ti， 佢 deliver 到嘅 performance 啊，可以未必可以追到 Titan X， 但讲个价钱呢，平成3000多-4000元呢，我哋就绝对推介呢个980 Ti， 因为佢已经可以推到一啲 4K 嘅 game， 即係当然唔能够太高啦。咁你话 Titan X 值唔值咁嘅价钱，我就觉得唔系好值啊，好多时候都系好似买法拉利咁样，其实你系用唔着㗎，即係我諗唔到啊，可能有啲人用得着嘅，因为你太有钱你咪用得着啦，系咪啦。咁究竟咩牌子呢，我哋都系如果系同级嘅话呢，其实真系效能上面冇分别㗎。譬如 MSI 比较平嘅牌子，亦都系比较靓，因为有啲灯啦。咁 InnoVD 系再平啲喎，所以如果你要性价比高嗰啲呢，你买 InnoVD 呢只牌子呢系冇，系绝对系好事嚟㗎，因为大家最后个结果打机个结果系冇乜太大嘅分别。咁你话咩有啲咩静音风扇啊、华石啊嗰啲啊，有啲又好型啊，有啲灯啊，有啲咩超频啊、extreme 版啊嗰啲 click card 嗰啲嘢呢，咁由你自己衡量啦。每一个人呢就唔系咁，即系喺砌机嘅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准则嘅。有啲人买嘢完全系因为佢个样嘅啫，虽然大家都知道系个系一样系啦，即系大家而家讨论緊即系咩成个 package 咁样。俾你一个咩感觉，呢个系一个消费者嘅角度去到做呢，咁完全冇问题。咁但系我哋衡量过呢，我哋觉得呢部机呢用 MSI 比较好啊，即系嗰个啱啱 fit 到个 budget 啊，就唔需要去到 InnoVD 呢， InnoVD 都有譬如iQOO 嗰啲呢比较贵嗰啲呢，都系搞好多花神嘢，咁啊即系各花入各眼啦。咁但系用啲最 basic 嘅嘢呢，咁啊 980Ti 呢 MSI 呢5200多元呢做到咁样嘅效果，你觉得呢个性价比系十分之高㗎。咁最后呢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呢，就係、是、每一样嘢每一个零件啦，占咗你成个 budget 嘅几多个 percent， 你大概可以睇到呢作为一个准则，一部性价比比较高嘅机呢，佢个百分比点样分布啊。咁我唔计咩 Windows 啊，咩人工啊，咩你自己砌呢，性价比最高系乜嘢呢，就係、是、你自己搞掂自己砌，係啦，唔使送货，係啦，咁呢个性价比系最高啊。咁但係我所以撇除嗰啲因素，我只係讲你买零件嗰、那个啊，咁你将佢可以加一加啦，譬如10850加个 mon 系2360，咁即係 total 呢使咗呢一个嘅13210元啊。咁你将每一样嘢呢除咗佢，譬如将呢一个除13210元，得到2%多，你就可以睇得出呢究竟 delete 返晒先啊。咁你喺每一件零件身上係占咗你成个 budget 几多百分比啊。咁你见到譬如个 mon 同嗰个部主机啊，大家就係百二之分啦，咁呢个好正常。咁有啲人买 mon 呢鍾意买啲靓啲，咁有啲极端嘅呢就係买咗个 gaming mon， 但係将 graphic card 根本就推唔到。一个呢就买咗好劲嘅 graphic card， 跟住之后呢根本呢个 mon 呢係根本支援唔到嘅，即係买咗之后呢喺度浪费啊。咁如果你係大概2000多元嘅价格呢，你两个考虑就係买一啲入门版嘅 gaming mon， 可能可以去到 120Hz 嘅。咁但係呢个尺寸一定细啲啦。咁如果你追求好似呢个客呢话要27寸咁样呢，咁你只能够买啲普通嘅 mon 係 60Hz 嘅啫。咁你见到呢个 case 只係占咗 3% 左右呢，咁十分之低呀。个火牛 4% 左右都十分之低呀。个 CPU 最占得最多呢就係嗰张 graphic card， 咁因为我哋之前拍片都提过啊。再影响你打机嘅效能或者图像处理呢，就係你将所有嘅 budget 呢尽量 bid 晒去嗰个嘅 graphic card 嗰度。咁占咗 40% 呢，咁知道呢部机呢个性能呢係一啲都唔差㗎，即係嗰个打機嘅性能。咁 CPU 呢就大概 18% 左右啦，第二高啊。咁之後第三高呢就係嗰個嘅華碩嘅嗰個底板華碩嘅 H170 Pro 啊。咁跟住之後其余嗰啲呢即係佔好少，咁 DVD 0.91 啊，即係啲 RAM 佔 3% 啊。咁就發現呢喺呢個比例上，你睇到一部機影響嘅效能呢最重要呢喺個分類度，首先係 graphic card， 跟住呢係 CPU，
之後咧先至係 motherboard 咧，咁啊 RAM 啊其他嗰啲咧，大家著量根據自己嗰、那個承受能力咧，自己可以去加加減減啊。咁有啲人可能中意買啲擺啲錢去買啲好靚 keyboard、mouse 啊、mousepad 都有啊，即係或者啲 headphone 啊、microphone、webcam 啊，仲有啲CPU cooler 又搞水冷嗰啲咧。你每加一啲咁樣嘅靚嘢咧，你就會令到你嗰個 budget 啊喺性價比嗰上面咧係會慢慢去到推低啊。咁啊，所以咧我唔係建議大家去推一個 extreme， 但係大家呢度計算一下，究竟你嘅 budget 咧 100% 啦，有幾多使咗喺咩身上，你就睇到咧，究竟你對嗰部機嘅要求究竟係點樣啊？最後咧講一講咧，點解咧用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講咧，就係點解追求 CP 值啊，唔係你必須嘅方向啊？咁啊，譬如我舉例，我想揾個火牛500W 嘅，咁啊提提大家呢一個。www.price.com.hk 大家嘅教狗朋友啊，唔需要走嚟問我哋啲咁嘅零件係幾多錢啊嘛，大家上嚟 check 就好 check 到。我揾一個500W 嘅火牛咁樣，咁啊由最低價開始啦。依家有墨水喺度嘅，係啦。哇，第一個 GTR Type S 500W， 由36个月嘅全面保養，150蚊，哇，抵到爛啦！如果你追求 CP 值嘅話，大家都是 500W， 点解我要俾呢个乜鬼 AYWUN 呢个209蚊啫？咁最平嗰咪得咯，系咪先？每一 W 导电都几毫子啫。哇，大家都系GTR Type R 又有500W， 哇，288蚊啦。再贵啲 Cooler Master Elite Version 2， 哇，280蚊。跟住之后呢个 Silverstone 289蚊，哇，呢个 Extreme Power Plus 又系500W， 330蚊，哇，已经贵一倍咯，即系个 CP 值已经越来越低啦。系咪大家都500W 啫嘛，做嘅嘢差唔多啫嘛。Thermaltake 390蚊，哇，400蚊。哇 ，G500 390蚊，呢个乜嘢 Maverick S 398蚊，399，哇，401，415，480蚊。咁啊，唔使睇落去啦，因为如果我哋追求 CP 值嘅话，点解要买个580蚊嘅火牛啫？系嘛，呢、这个咩 FSP 系啊，金版嘅580蚊，又系500W。咁你大家就會發現咧，一個火牛啊，由150蚊啊，500W嘅火牛150蚊啊，至到呢一個嘅500蚊都係有嘅。咁如果你只係追求 CP 值嘅話咧，你一定係揀150蚊嗰個呢個 GTR Type S 啦。如果你唔驚爆炸嘅話，咁所以我就想講俾大家聽啊，解釋就係你嘅 CP 值高嘅話咧，你唔能夠單純去同 CP 值去到睇，你一定要睇個產品嗰個質素啦、嗰個 value 啦，同埋嗰個有好多嘅因素咧，你要大家去考慮嘅。咁啊，當然都唔好去到一個極端咧，以為買貴嘢咧就一定係好啊。咁啊，由於時間所限咧，我原本咧有啲軟件咧係想講俾大家聽，咁點樣去衡量可以量化一個 CP 值嘅？咁我可能要分上下集啦。咁啊喺下一個月嘅砌金同埋 Calvin 嗰度咧，會講一講啊，點樣究竟？你就咁講 CP 值啫，咁你要計出嚟噶嘛？你唔係話你講呢個叫高，呢、這個叫低，或者喺現實你測試有啲咩嘅現實裡面啲軟件可以幫到大家咧，可以大概知道你嗰件嘅零件啦，特別喺 CPU 同埋呢一個嘅 graphic card 上面咧。是可以看得到究竟这个对比起其他究竟是比较高还是低的。那我们下一集去到再讨论，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条砌机片先。这些就是些零件，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现在影一影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很 standard， 我想大家看过那么多条片应该很多都见过了，看一些包装，除了那最贵的几样之外都是一些不是太过夸张的包装啊。照旧啦，而家 Norman 呢就会是这个打开那块底板呢去到插个 CPU 上去啊。我而家呢好多时候都是用快镜，咁冇理由呢成粒钟呢喺度播俾大家睇嘛。睇有冇机会有啲咩直播砌机啊。之後好快咧就插咗個原廠嘅CPU fan 上去啊，咁啊跟住之後就搞個機箱，咁大家可以喺呢一度咧睇到咧呢個機箱點解我哋比較中意啊，個價格又唔係太過貴啊，即係但係咧啲基本嘢做得好足咁啊，你見佢好快咧就將嗰啲 hard disk 咧好容易啊，同埋 SSD 咧就攝入去咧一粒螺絲都冇扭過啊。咁佢就好鍾意呢個機箱啊，每一次呢大家有時見到 Facebook 嗰啲呢都係佢幫我去到覆嘅啫。咁提議有咩機箱，如果個客冇乜自己指定要求呢，佢就自然呢會將呢個 Corsair 100R 呢去到擺喺個 suggestion list 嗰度啊。
好啦，话咁快咧就装埋个 I/O shield 啊，咁啊，你见到后面啲线咧本身已经可以走到一半咁滞噶啦，咁啊唔需要咧去到重新执过，咁啊放块底板落去啦，跟住之后扭实啲螺丝咧，咁啊完成呢一个嘅上底板嘅程序啊。我喺度可以讲一讲咧，有好多人嘅砌机咧，嗰个先后次序都唔同嘅。譬如我就中意先装咗火牛，再装底板，最后先装 hard disk 嘅。咁 Norman 咧就中意装咗 hard disk 装底板，先至装火牛。咁你砌得机多咧，自然就会揾到你自己最合适嗰种方法啦。咁亦都冇话某一种嘅次序咧系必须啊。咁啊，因为最后就系睇你自己嗰个嘅手感嘅啫。咁你见到而家执咗啲线咧，佢已经咧一早已经走定先啦，同埋插定喺底板度先啦。咁啊，佢就觉得咁样会比较方便啲。咁啊，事实上都系嘅。特别呢啲机箱咧，原本如果已经整得好整齐嘅话咧，咁你基本上咧冇乜太大嘅动作需要做啊。咁啊，你砌个机你自己就会明白噶啦。咁啊，好啦，咁啊，而家佢咧就装个火牛上去啊。咁啊，扭實四粒螺絲啦，係啊，咁就喺後面固定咗佢咧。咁其實如果佢一早咧，佢中意走好曬啲線咧，佢最後咧埋尾咧就唔需要咁辛苦啊。咁啊，如果你一日砌幾部機咧，你就會知道嗰個嘅即係嗰個方便。咁如果你一年先砌一部機咧，咁啊，其實係冇乜分別嘅啫。咁啊，佢已經插咗嗰個底板嘅24 pin 咧，同埋個 CPU 嘅8 pin 咧。咁而家佢哋咧插埋準備埋嗰個 graphic 卡嘅 PCIe 啊，同埋後面咧 SSD hard disk 同埋上面個 DVD 咧，嗰個 SATA 電源啦。咁加多一句啊，近排我哋發現有幾個 case 咧，啲客户咧中意將幾個 hard disk 咧去到加上去啊，咁啊令到咧啲平價機箱咧 support 唔到5-6個 hard disk 啊，咁啊大家呢個都要考慮一下嘅。好啦，跟住之後咧就係 SATA 線啊，咁啊你見到呢個機箱咧，佢後面好多位好空曠，咁啊特別咧，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嗰塊底板本身已經拱，即係側邊嗰兩塊側板已經拱起咗上嚟啊，咁令到咧你冚最後啲線，就算手指突咗少少出嚟咧，佢都有個空間咧，俾佢咧可以唔使夾硬扼落去咁辛苦啊。咁啊，跟住而家咧就Norman 就裝張 graphic 卡上去 MSI 900 Ti。咁好有手尾啊！冚翻埋個盒俾你先啊！咁首先扭開後面嘅嗰呢一個嘅枕先啦，咁啊跟住之後拆咗兩條嘅槽啊！咁你見到一啲好嘅機箱同唔好嘅機箱咧，都喺後面咧嗰啲嘅 shield 咧可以睇得到。咁啊，有啲比較平嘅機箱咧，就係你搣咗之後咧就裝唔翻，咁你好小心啊！咁呢啲咧啲擋塵板咧，你就算發現咧有啲錯或者後來有啲加加減減咧，亦都係可以安裝翻上去啊！咁啊，呢個機箱就絕對做到呢樣嘢啊！無論一個砌機嘅角度，或者一個用家嘅角度，咁而家插埋個PCIe 嘅電源咧，都差唔多完成啦。咁最後就係走線嘅程序啊！咁啊，好多人咧都話呢個走線係一個科學，亦都係一個藝術嚟啊！我覺得絕對係一個藝術嚟啊！即係你有啲天分嘅。咁啊其實你啲線點樣擺咧，就唔會影響效能嘅。咁啊，當然有啲人夾硬會拗話咧，會影響個散熱嘅。咁啊，老實講咧，除非你真係成扎線塞住喺前面嗰風扇嘅啫，咁我都唔係好諗到咧啲線擺得太亂咧，會點樣影響到個效能啊？咁呢個純粹一個觀感啊，即係呢個整齊嗰方面嘅啫。咁啊，當然咧，你砌咗一段時間咧，有啲要求，同埋你會順住個勢咧，就係你會希望咧將所有嘅線咧匿埋曬喺嗰個嘅機嘅一面啊，咁啊，另外一邊有玻璃嗰邊咧，睇到越少嘅線咧就越好啊。好啦，咁啊，部機砌完，我哋而家可以開機試一試佢。咁你見到裡面啲燈著咗，即係火牛冇問題啦。咁好多嘅觀眾都希望咧，我哋可以教埋點樣去裝 Windows 啊，或者入 BIOS 裡面 set 啲嘢啊，譬如超頻啊嗰啲嘢。咁我哋希望我遲啲可以整一個比較完整嘅教學啊，咁啊再詳細討論呢啲 topic。咁啊普通砌機嘅時候咧，就 show 到俾大家入到 BIOS 啊，同埋砌嗰個步驟點樣咧，或者喺砌機之前咧選擇零件嗰方面咧，咁就算噶啦。咁啊你見到好多時候咧 ，boot 機咧都會話揾到一個新嘅 CPU 啊嘛，當然揾到新嘅 CPU 啦，第一次砌啊嘛，可能佢想 show 俾你睇，即係話之前個底板未用過。好啦，而家入到 BIOS 咁啊，見到個温度咧係29度，你見到原廠嘅風扇咧，其實本身都唔差噶。咁啊，而家教翻中文咧，同埋俾大家睇一睇咧嗰啲零件，係啦 ，H170 Pro Gaming 咁啊 ，i7600 啦，同埋咧 16GB RAM 嘅，咁啊一個 DVD 啦，一個 SSD 啦，同埋一個 hard disk 咁樣都見到咧，就可以開始裝個 Windows 啫。如果冇問題咧，就可以送貨俾個客噶啦。
睇完部机点样砌之后呢，呢集嘅时间差唔多，咁多谢观众收睇啦。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呢一个嘅 topic CP 值，即係性价比呢个 topic， 会分上下两集嘅。咁啊，今集叫做 kind of 嘅理论啦，原本諗住一集可以讲得晒，后来发现都系唔得㗎。咁啊，第二集呢，即係下一集呢，就会讲下真係会教大家呢，去用一啲坊间啲人好常用嘅软件去测试一下你部机啊。特别是 CPU 啊，或者呢个 graphic card 啊，甚至系成部机整体咧，嗰、那个效能啊嘅究竟系点样样啊，从而可以计算出或者可以量化咧你部机嘅 CP 咧，究竟系属于高定低嘅？咁我留翻下一集啦。咁大家都可以喺下面讨论一下你心目中啊，特别你会即系成日中意讨论一啲电子零件啊，即系电脑零件嘅咧，你喺你心目中一部砌出一部性价比极高嘅机，究竟你点样砌啊？即系好似 Real Steel 里面嗰只机械人啊 ，Atom 咁样啊，因为普通嘅样子、普通嘅性能，但可以足以摧毁咧，或者睇齐啦，同一啲好高端嘅、好贵嘅电脑啊。咁啊，我相信咧，好多人咧一定会讲第一件事咧，我就用 AMD 嘅 CPU 或者 AMD Radeon 嘅 graphic card 啊嘛。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喺下面留言发表下你嘅意见啊。如果冇乜嘢咧，我哋下集见啦，拜拜。Till the lights go out, till my leg give out, can't shut my mouth, till the smoke clears out, and my eyes turn out, I'ma rip this shit, till my bone color, till the roof comes off.